欢迎他们一下。他们是我花莲的哈，对，花莲我也是美女，只是老美女了。从哪里看呢？从裙子的长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裙子是到膝盖以上？我的是膝盖以下。如果盖到膝盖，盖到那个脚踝，就已经是太厚了啊。阿美，他们是阿美公主哈，我是阿美皇后。皇后再来，下次看到就是太后了哈。对，好了，讲讲笑话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呢，希望介绍一下呢。其实我们花莲是属于一个族群融合族群。我们花莲有六大族群啊，这五六位姑娘哈，对，有原住民小就是代表的阿美族的举手派。阿美族在哪里？在左手边的第一位。然后呢，他的在就是泰鲁格族。泰鲁格族。在那边啊，那撒奇拉雅族，哦，是布农族，戴德克巴拉，有勇士有没有纹面的？他的还练纹啊，下次会纹出来。纹面是男生的。哦，格马兰族。格马兰族。哦，来，掌声欢迎他们啊！一样带了一首舞蹈啊，也是花莲啊原住民丰年祭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一首舞曲，叫做布古拉夫。布古拉夫，掌声欢迎。